然见一把迪斯老师。迪斯老师这一把是四黑吗？真的，现在这些职业 ID 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，他们名字改太多了。律师、前锋、古董家、教授，好阵容啊！这个阵容有一说一呢，就是噩梦要消耗起来比较累，点就在于这个教授，或者说点就在于这套阵容前期它不是那么好突破。教授这边的壳又是他妈从头到尾能用的，给到队友的支撑，在开门战的时候的一个作用还是蛮强的。这把其实我可能会更看好穷者一点。首先，他们应该是四黑，然后呢，又加这套阵容，我觉得能打。开门战也有战力，不会说开门战全员白板。趋向于一个求生者的保平争胜吧，我觉得。反手你跳，我就给你来一个。好，交个飞轮也行。可惜抽了一刀，抽了一刀的话，这边噩梦交个闪现带走。看一下吧，不给闪现身位，然后这里，哎，这个闪现身位不会不给的，这个闪现身位一定有，因为他这边可以跳闪。古董商这边就尽可能拖延一下吧，还是被抽刀抽了一下，不过前锋在旁边，来闪了，不闪。哦，看错了，刚才是教授在旁边，这里，啊闪，教授给壳，啊闪。甚至这边教授还想要开壳来掩护一手，没能成功。前期的一个对抗呢，你看看密码机就知道是求生者的一个优势。而且要注意的是，这把噩梦它是带的封窗，它带的不是底牌，意味着开门战噩梦它还没有双传。这一系列都告诉我们，这把现在这个局面依然是求生者的保平争胜。前锋带壳，来镜头给到迪斯老师，救人救完以后回旋球，他撞一波，这样的话古董商去捡个壳不？古董商没有过去捡壳，古董商这边直接拉死角，锁定古董商。这个古董商现在战力就很强了，因为噩梦首先他没有到二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噩梦他没有闪现，这两点都有可能让这古董商在搏命结束之后再多久啊？17秒，差不多。我的感觉，不过现在可能要加了，double 一下吧，34秒。因为这个位置太难绕了，然后又很适合古董商打棍子，对于噩梦来讲很烦。呀、差不多吧，20-30秒钟吧，够了，密码机都好了，对不对？我分析的到不到位？你看是不是穷者的保平争胜？从头到尾，噩梦没有一丝丝机会，而且这个阵容打到开门战，你看每个人道具都没有用完呢。为什么？他们前期给到噩梦的压力太大了，以至于噩梦这边没有办法放弃这个古董商，去转而控场去消耗，消耗不动。好了呀，这怎么打？在外面前锋有球，这律师开个图，在这边中场等着你。在这古董商，关键这古董商现在免不掉。啊，反手啊，哈哈，拖，止戈结束下板。骗板，都走了。这边的话，看古董商能不能跳地窖了。古董商这边要跳地窖还是有点难的。分析的到不到位嘛？虽然说中间古董商那波可能没有说到34秒，但是整体上面来看，就这个阵容打噩梦还是很厉害的。